爱吃鸡儿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匠，是一名伏地魔枪法学员，只会野人。完事儿呗，俩玩法。小样，跟你自个钢枪，那现实吗？这个是眼狠话不多，对不对？那钢枪没得说，对不？哎呀妈呀，这啥实力，啥水平？都想跟你这个刚一刚，哎呀，太年轻！现在这年轻人啊，现在这年轻人，自不量力呀，呱呱往上冲。